这个飞的群山顶顶塔塔，美丽云昂，飞悬飞起，到云啊，就亲像仙境，所在是水果俄罗斯特区。镜头摄到家人标烤夜市烧好的糯米汤、青白烟，好糯米小兵将这个嘴暖擦擦涕，出国旅游吃好吃的料理，都惊去吃到无够鱼的，大家拢会参考 Google 评论。民众在外面吃美食或喝饮料，都可以在 Google 下面留下评论，就能获得积分，成为在地向导。来看 Google 评论，日本的景点各户纪念馆，评论的所在有要两万条老花，网友写真在心跳，看相片，除了分享生活，每一回都能享受在地导游。每一个结婚会当得到什么好处？有人讲会当得到最快好配，有人讲高级的在地导游可以当到加州参加年会。我觉得可能是，如果是那种特别不好吃的话，会很想要留评论。对我来说，留那个评论要凭自己的良心的、啊。就像是有的店家可能会说啊，你帮我留个五星好言啊，或者怎么样赠送什么东西的。可是我觉得这并不能代表一家店家的那个品质。根据 Google 在地导游的规则，每一条评论会当得到十分，每一张相片五分，每一支影片七分，新增加一个所在有十五分，拢总十四项加分的项目，依照分数分作十个等级，第十级满分需要十万分，从第四级开始才当得到徽章。有一些人会为了积分，然后就到处跑景点之类的。虽然朋友讨论在地导游好处 ，Google 今嘛也会证实，不过同款，让大家是讨论个热气气。香槟酱、叮当、秋金桃花，敢若客气苦热青，对当地着在地导游的称呼。Hello， 我是庄宇杰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